马公市立幼儿园从这学期开始示范美语融入教学，以英语融入式教保活动，透过情境下的融入式活动学习，让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昨日上午，国立澎湖科技大学专案助理教授涂瑞福带来澎科大东北风英语戏剧团表演，让小朋友从话剧中一起同欢跃动。马公市长黄建中特到场表示，市公所请来澎科大瑞典籍涂瑞福教授及应用外语系学生，给幼儿们初步的美语概念，提升幼儿对于英语学习兴趣，接触多元文化，进而开拓幼儿视野，也让孩子的美语向下扎根。涂瑞福教授带着我们的一些澎科大的小老师，好来帮我们上那个英语融入式教学，好啊！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学得很高兴？有没有？大家都把注意力都放在那里。好，今年我们的涂教授帮我们上了英语融入式教学，你们有没有很高兴？那涂教授今天又带了一些小老师，我看还有来了美国的老师，好要来表演话剧给我们看。好，一定非常精彩。好，你们喜不喜欢？喜欢。好。Holland,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I say,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Come on, everyone, help me sing together. Holland,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I say,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Holland,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马公市幼儿园英语畅游游戏活动计划是由涂瑞福所带领，昨日上午带来小老师以话剧表演英语融入，用游戏和畅游方式融入教学，让英文扎根，增进孩子的理解。涂瑞福，Where are you? I'm purple. Who are you?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就能接触英文，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在幼儿阶段，循序渐进很重要。昨日的英语剧团团演出，透过这种创新和富有创意的学习方式，孩子们开心互动，希望有更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国际视野。记者王海龙报道。